这边底下引用《法华经玄义》第四卷，有个简单解释。第一天呢，是讲什么？天然之理，这个义就是天然之理。啊，《涅槃经》第十八卷，第一天为诸佛菩萨常不变异，以常住故不生不死不老不病，这叫第一义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希望自己不生不死不老不病，能不能做到？能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到了。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，不管你生到哪个阶层，通通都是不生不灭不老不死，你全得到了。那如果要不到极乐世界去，做不到啊。无论修什么法门呢，这一生不容易修成功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目标。所以阿弥陀佛也称为无量寿佛，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无量寿啊，确实在极乐世界不老不病不死。啊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也应该到极乐世界去过生活啊。学佛到极乐世界不是听我讲经啊，听阿弥陀佛讲经啊。啊，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大菩萨啊，像观音师至、文殊普贤一流的大菩萨帮助你。你有什么困难，他帮助你解决，所以进步就非常快速。啊，真是个好地方啊，不要错过啊。我们再看这个经下面这一句。又证涅槃之万行，名为梵行。啊，这是梵行呢，第二个意思。啊，证得大涅槃，这是法身菩萨，跟前面讲的境界相同。啊，禅宗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一般大乘叫证般涅槃。啊，证得涅槃之后，所有一切心都是清净心。为什么？它再不会有染污了。啊，涅槃是寂静呐，心底寂静，怎么会有染污？啊，慧疏曰：“欲是诸苦之因呐。啊，欲是欲望，欲望不是好事情。所以学佛的人，第一个要把欲望啊管好，控制住。啊，欲怎么样呢？适可而止。”不能叫它膨胀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想得到幸福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快乐，你把你的欲望降低，你就非常快乐。啊，如果随着欲望膨胀啊，
那个人会很可怜。啊，我早年在台湾讲经，有一天坐个计程车，这个开车的司机告诉我，啊，他生活很苦恼。啊，说他家里面收入不够开销，啊，生活很痛苦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家里有没有电冰箱啊？有啊。有没有电视啊？有啊。车是不是自己的？是啊。我说那你过得很自在啊，你怎么会痛苦呢？啊，他一说说，我这个电冰箱旧了，比不上人家的。啊，车也不能跟别人比，样样不能比啊。啊，我说那你很辛苦，你很可怜。啊，如果能到物尽其用，你不就很快乐了吗？你跟人家比干什么？给人家比比快乐，我比你快乐。啊，你房子住的比我大，你没我快乐。啊，你车比我好，你没我快乐。啊，你吃的比我好，我天天青菜豆腐，我比你快乐。比这个，那你就很会做人了。哎，他说你说的不错，不要跟别人比，你就快乐。一件衣服可以穿个10年20年了。啊，不要人家说一有新的时髦东西来就想要了，那你是自讨苦吃啊。啊，有人说我赶不上时髦，出去人笑死了。我说笑死是他死啊，你没有死啊。你为什么怕别人笑死？那你有大慈悲心啊。你自己没受到伤害吗？啊，我们只要穿得整齐，穿得干净，啊，吃东西时候能卫生，你说你多快乐。啊，你的收入花不完呐。啊，你月月都有存款呐。你怎么不快乐啊？啊，所以不能跟别人比。凡是跟别人比的都自找苦吃。啊，我在美国住了多年，我看美国人非常可怜。啊，你看工资稍微深一点。2000块钱，他住在2000块那个地区，你看这个地区家家收入2000块钱，如果他拿到3000块钱，他赶快要搬到那个3000块钱，好像自己身价上升了，啊，自己有3000块钱收入了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虚名在作祟呀，他要跟人比呀，啊，我永远住在2000块钱地区。啊，我一个月收入有10000多，你说快乐不快乐？啊，这个什么事实真相的没有看破。啊，人人在一生，你到这个世界来，换一句话说，上天都让你过最美好、最幸福的生活，你不会过吗？你要把你那个欲望不断向外膨胀吗？你自己找罪受啊！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啊，那如果我们学了传统文化，懂得做人的道理，啊，学了佛法，做佛的弟子，我们把多余的钱去布施，帮助啊更苦难的人，你就更快乐。啊，为什么多赚一点，一定要把它想就用掉呢？啊，外国人这种观念呢，害死好多人呐！啊，把好多好多人一生的幸福都破坏掉了，都是那个错误观念。啊，为什么要学它？啊，在外国我们看到华侨，比外国还好一点。但是也有少数啊，跟外国人学习的。啊，国外住家院子都很大。啊，别人院子种花，我们院子种菜。
啊，种菜种瓜，我们有收入啊，有好有利，有吃东西啊，吃得干净啊，吃得放心啊。啊，现在麻烦是水也污染，严重污染。啊，蔬菜甚至于米都有问题，里头掺化石粉。啊，米很好看，那里都有毒啊。所以人吃了之后会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。中国古人讲病从口入。啊，祸从口出。啊，多说话的人容易惹祸。啊，古人有真智慧。啊，教我们后人的句句都是好话，我们要相信。啊，现在人的说话真话越来越少了。啊，少了怎么办呢？最好不要听，听了生烦恼，还就分析到底是真是假，就浪费一些精神，浪费精力。啊，最好不听。啊，学佛的人最好是老实念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